CBA 常规赛，宁波主场迎战四川。上半场双方势均力敌，比分交替领先，宁波打出12-2的小高潮取得领先。字节四川火力全开，连投带罚完成反超，宁宏宇三分止住颓势。半场战罢，四川61-55领先宁波。下半场宁波外线开火，乔丹霍华德连续命中三分，双方陷入缠斗，末节宁波持续发力，获得两位数优势，四川苦苦追赶无果，最终宁波126-114击败四川。阿珂没有好的接应，自己来了，低手舔篮啊，不错。四川这个进攻呢，往深的说，就是现在义乌挡拆的威胁稍微差一点，你看尝试去发起这个义乌挡拆有变化，还是失误了。哇，反过头来对面这义乌挡拆啊，哎呦，这球还真扔进了，两分是有效。马奇再来，哇，这球啊，我觉得就是防守马奇的时候，你不能按常规的思路了。怎么的，冲2+1啊！你像这种球，看到了他的冲框表现之后，我觉得对宁波来说呢，让他去投一些中远距离投射呀，对宁波的防守来说是可以接受。华德后撤步超远三分，两次上篮华德都没找准打板的位置。怎么的，冲框漂亮，哎呦，2+1换防了，对上李金孝一小错位协防，给马良一运球丢了，四川队反击找萨姆纳，直接冲，厉害，垫步而起，宁波队重新夺回领先优势。萨姆纳再冲框，哇、哦！是让亨特下半场先上来打一打，这算是主动做了一个小小的变化。漂亮的战术啊！李金孝中锋拿篮板之后直接推进。马克塞维奇掩护质量不错，乔丹华德，宁波队连中两记三分打停了韩硕，弗莱尔掩护，三人围堵萨姆纳，就现在就是萨姆纳你别往里突啊，外线开始加，哎呦，这球出手之后弹道感觉就很好，嚯，乔丹华德真厉害，萨姆纳，萨姆纳一拿球，现在就俩人夹，好球啊！视野够开阔，面对夹击的时候呢，临危不乱，要不然的话，球都到不了胡俊林手里。强投三分，嚯！乔丹华德真厉害，换马蒂昂上来，好球！乔丹华德那个球领的真好啊！球好难，空中团身打进，李金孝摘篮板自己往前运，但是没护好球，王子睿这个抢断显得很老道，反击给到拉科2+1啊，哎呦，拉科又在玩丢的边缘啊，但是呢运气不错，捞回来杀到篮下打成了一个2+1，暂停回来这第一次进攻等于打成了。球领得不错，呼，拉科非常轻盈的一个处理，三分球给盯进去了。萨姆纳对抗这一下失去重心了，宁波队反击，四川有点要扛不住了。罗凯文一个三分，一个2+1，而对于四川队来说呢，看上去这又是任重而道远的一个赛季。佩罗卡梅隆也迎来了自己在 CBA 职业生涯的执教首胜。